读书是一个之前的我跟现在的我以及作者所参与的三角的关系，所以当你在读书的时候，你其实对话的不只是作者，还有之前曾经活过的你。所以当我们在说读书是一个昨日之我跟现在之我跟作者的三角对话，我们其实讲到的是自己作为一个身体的主体在跟时间在跟作者对话。所以读书之有趣就在于是你回到身体自身，你有你的喜怒哀乐，你有你的各式各样的感觉所建构起来的对未来自我的探索。